范冰冰风波后，李晨微博发文，甭管多难，咱们一起度过去。虽然不是第一时间，但是微博消息一出，几十万网友转发。此后有记者致电李晨本人，对方回应承认是错误，接受教训，积极改正。这次李晨发文回应引起了广大网友们的热议，网友们对此褒贬不一，有人认为这是作秀，有人认为李晨真的做得足够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